全部都在问。由 JYP 一手打造的少年嘻哈团 Boy Story 24日于台北举办出道 Showcase， 平均年龄13岁的小弟弟们给了台下哥哥姐姐满满的活力啊！真的是太可爱啦，不过萌萌的他们跳起舞来可是炸翻全场呢。一起走花路吧。